办不到，金斌，你跟他们先走。 大家都好些了吗？好在我会闭气之术，盟主放心。这个可恶的五毒教还真是邪门，老子什么也没碰，还吸了一肚子毒气，弄得我现在还头晕眼花的。不错，老夫这胸口现在也憋闷得很呐。哎呦！ 盛海，你先来帮罗汉大哥洗毒。好。哎，金斌，你没事吧？好疼啊！你伤在哪儿了？腿。轻点儿吧，轻点儿。疼吗？ 我以为你不管我了呢。我怎么会不管你呢？你看他们，每一个人伤的都比你严重。我要是只顾你的话，那他们怎么办？好点了吗？嗯。